这个一大片是什么菌子？怎么这么多？大家好，我是小韩，刚刚下过雨，我们出来找一下有没有菌子。走了。一进林子就遇见了一朵乌松，好大一朵乌松。这几朵还不错，总在这个草丛里边还不容易发现。我还长了好几个，这里这个乌松还挺多的，这一朵还行，快了，这一朵好大哟，这朵菌子还不认识。有很多人不喜欢吃菌子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不喜欢捡菌子吧。这个不行了，哇，这一朵菌子才大哟。现在这种松竹菌比较少，这朵大的应该不行了。这里有几朵小的，我们就把这一个剪掉。现在这个菌子虽然少，但是剪一篮子问题还是不大，只要你愿意跑。捡菌子最大的快乐，就是突然有菌子出现在你的面前。这个一大片是什么菌子？怎么这么多？应该是不能吃的。今天菌子不多，就捡了这么一篮子。今天背都没用上，算是给它放了个假。走了，拜拜。